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，第六節嘅啤李漫步，嗱，我答咗個網友先。個口煙青咧，如果你話頭先話飛紙得唔得，係得嘅。咁飛紙其實我噴噴都得。咁口煙青啦，上火啦，牙肉痛啦，都得嘅。得㗎，可以。Okay？ 好啦，嗱，趁住而家呢個時候，我哋繼續睇相之際咧，其實咧，阿同事咧就可以同阿正咧滴多攞多滴血。係。OK， 我哋一陣睇下喺九個字之後咧，阿正嘅血液咧個效果啊係咪強橫咗 ？OK， 好啦，我哋繼續睇相，唔好睇佢哋嗰度咩啦。好啦，呢個《日升槍記》啦，好啊，再去。跟住呢個係最早嘅銀，即係票號啊，銀票啊，呢、這個係《日升槍》出嘅呢個。喂，呢一個100兩喎、啊。宣統唔係。宣統係清朝㗎。最早溥儀咯。係。唔係最早銀號係咪宋朝咁咁早啊？但係佢呢個票號啊，即係個銀行啊嘛，最早銀行啊嘛。喂，山西中商嘛。但是 在史上第一間銀行就荷蘭，究竟哪個早一點呢？你現在你譬如宣統的時候是多少年？100多？荷蘭是14年。哦，那就一定是荷蘭了，是的。OK， 好，再去。跟著呢，這個呢就是喬家大院。啊，這個不是，這個都是古城來的。是啊，這個都是古城來的。這個小一點。這個就是喬家大院。荷蘭喬家進商一個很有錢的喬家的宅嚟嘅，咁然後咧就佢最主要就是拍戲，很出名就是拍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嗰、那個嗰套劇，其實有很多大陸取景的場地都借咗佢呢個地方，而家就變咗個景點。哇！有大佢一個佢一個明清時期㗎，即係一個有錢佬嘅大宅嚟嘅就係。係啊，有錢佬嘅大喬家升。喂，係咪出咗啦？係咪已經出咗啦？咁快？喂，各位，嗱，我去睇下。你得高高少少，哇！active好多喎，同埋一粒粒咗喎，係咪啊？係啊，一粒粒咗啊！一粒粒咗喎，比頭先快三粒已經咁勁，快咗好多啊！快咗好多，快咗好多。佢係但係咧，佢裏邊嗰啲膽固醇啊、尿酸啊、重金屬嗰啲未有咁快嘅，佢只係令你即係散開啲，同埋會行得快啲咯。OK， 喂，我哋將佢擴到最而家放到最大啦，呢個40X 倍啊，最細咧。最細就係揾有冇血栓。係啊，揾我試下降最細睇下，啲血栓都仍然會喺度㗎啦。有㗎，血栓冇咁快㗎，血栓，因為佢三個月咧，佢第一個月就係令到嗰啲血咧冇咁結啦，即係行得快少少啦。但行得快，喂，譬如我啲血就係咁結啦，我行得，譬如我啲血行得快，三個月啦，我食咗，咁就係會令到我啲血行得快，就可以帶到足夠嘅養分或者氧氣俾我啲器官。係啊，咁我啲器官咪會。好啲咯，正常翻。即係譬如我有啊肝衰竭，唔係肝衰竭，即係少少肝麻麻，肝功能渣咗嘅就會強翻。冇錯，腎功能渣咗又會強翻。因為人本身有自愈噶嘛，其實你係激發翻，等翻佢自己可以修復翻，自己就會有自愈噶啦。嗱呢一啲咧，嗱頭先嗰啲咧，一個大圈嗰啲唔使擔心。嗰啲係氣泡嚟嘅，嗰啲係氣泡嚟嘅啫。係啊，係啦，你咁睇好蒙啊，睇唔清楚。放翻大佢啦，都係最大嗰個睇。唔係行得快好多，散唔係而家散咗嗰啲紅血球係咪啊？係啊，即係一粒咗，冇咁黏住啊，冇咁黏稠啊，黏稠啊，你用嗰個字。冇咁黏啊，冇咁黏。因為佢其實水質素就係世界醫學三大素，血管清道夫，佢就係同清高素、胰島素齊名噶。嗱，而家都係快嘅，但係仲喐緊啊！而家都。但係而家就比頭先開始慢，即係出咗嚟耐咗啊！佢正常15分鐘內慢慢就會停㗎啦，因為冇咗氣血令佢移動啊嘛。OK， 好，我哋好睇啦，阿正嗰啲血啦，啊嗱，阿正連血細胞都俾大家睇埋。我聽日記得嘅話，一定攞我條腸俾大家睇，因為我去照腸人哋個 video 啊嘛，好撚堅㗎，即係屙屎嗰條腸。嗰時你又攞出嚟俾我睇。係咯，我唔撚記得咗，成日我擺喺屋企，成日都唔記得攞翻嚟。喂，我哋而家睇睇咩？繼續睇，呢個就係嗰個喬家大院。咁喬家即係有錢佬一個啫，唔係咩特別嘅。其實主要是講咧佢嗰啲，其實佢有錢就在於佢個喬家大院啊，佢係磚雕、木雕、石雕嗰啲建築，佢上面嗰啲亭台樓閣嘅設計啊，
係好靚好精美，即係展示咗晉商有錢嘅嗰種。但係都好奢華喎，佢嗰個好奢華㗎，好奢華㗎，係好奢華，好大㗎。佢嗰個頭先你見到兩座城池，一座係佢嘅城池，一座係佢嘅大宅嚟㗎，成座係佢大宅嚟㗎，所以好有錢，係成個範圍都係佢喬家㗎。喂，好再去，好大㗎。誒，呢個咧就係應元木塔。有先啊！我哋網友話：喂，係咪飲多咗水，所以先會咁喐啊？梗係唔係啦？因為咧嗱，飲水冇錯係會令啲血冇咁黏連，但係其實你要令佢咁快分解，令到佢可以個血細胞行得快咗，呢個係因為佢吸收到嗰個水質素個功能。咁快一頭飲落肚，當然唔會好多吸收到啦。即係你即係因為人咧吸收起碼一個鐘至三個鐘噶嘛正式。咁但係你而家只係透過快啲等佢落咗腸度，去俾個人吸收。因為水質本身就係多胺肽嘅多肽嘅小分子、氨基酸小分子、蛋白質嚟嘅。好嘅。所以就係會俾人體進化會快啲咯，吸收得快啲咯。好嘅，好，我哋睇翻呢度，呢個咩料啊？咩嘅？呢個應元木塔。呢、这個應元木塔，呢、这個應元木塔咧係最早嘅木塔嚟嘅。呢個木塔已經係明都唔係明啊，應該係去唐宋時期好早時期嘅木塔嚟嘅。佢咧係全部木入榫去做出嚟嘅塔啦，而且咧佢你睇落佢好似五層啊，但實際上咧佢裏邊咧你可以下一幅睇下就知啦。下幅。啊！呢、这個冇啦，頭先個幅係，跟住佢係咧每一層裏邊有個暗層噶，跟住咧即係其實佢係九層嘅塔嚟，咁、然後每一個塔每一層裏邊咧都有一個佛像，同埋會有一個佛像喺度啦，有啲壁畫喺度，每一層都有噶、所以佢係最早嘅木塔嚟嘅。好嘅，最早嘅木塔都要睇啦。入筍。喂，呢個圓空寺好似好出名嘅喎。呢、这個好出名㗎，呢個係北岳行山下嘅圓空寺。咁呢個圓空寺佢係喺個石窩裏邊咧。入咗筍，用啲木嚟撐住。嗱，當然實際咧，唔係淨係靠攞啲木條嚟撐啦，因為佢已經係有建築嘅時候咧，已經係將嗰啲木起入咗啲石入邊嘅啦，轉咗入石入邊嘅啦。你諗下，以前咁耐嘅時期，竟然都可以有呢個建築到可以入筍落到去嗰啲石入邊。嗰幾時起㗎？應該係明宋清宋明時期嘅，好耐㗎啦。咁而家冇人住，又或者有冇人喺度？佢朝拜噶嘛，你可以登上去噶，下一幅就可以睇到噶啦，可以踩上去，踩上去睇佢嗰啲建筑，见到好似全部靠嗰啲木枝、木质嚟顶住佢咧。其实佢唔系就系靠木质嘅，木系做俾你睇，等你觉得险要嘅啫。实际上佢入咗笋噶啦，所以你踩上去咧系安全到不得了，喐都唔喐噶。入咗笋同埋转埋入石啊！系啊，转埋入石，基本上地震咗几次都冇冧过噶。好犀利嘅，你有冇上去啊？可以上去噶，我去過三四次山西啊，咁多年。咁係踩直情去行上去嗰啲寺院入邊嘅。好，再去圓空寺，呢、這個又係啦。呢、這個就係下邊望上去咯，個停車場就喺下邊，你望上去就好清晰睇到佢嘅結構咯，係成個山凹入去嘅時候。呢、這個咧就係中國嘅三大石窟之一雲岡石窟，喺大同嘅啦，呢度已經。咁咧就係雲岡石窟咧，佢裏邊就係以嗰、那個。雕塑著稱的，所以它的雕塑是 好像真人樣的，其實它是很早時期的雕塑來的，即它有分就是東、中和西，東面呢就是最多雕塑石像，它高最高有17米，最矮只2厘米，有成51000個佛像，51000個石窟裡面有幾十個洞，有51000個佛像在裡面，50000幾個？是啊。好，再去全部裏面都是壁畫，啲雕塑壁畫嚟嘅。啊！啲人好心機咁樣數到50000多個。係啊，佢除咗呢個之外咧，仲有龍門嘅洛陽石窟。龍門嘅洛陽石窟咧，嗰啲石像仲多。龍門洛陽石窟咧就係以石像多而著稱。另外仲有敦煌嘅莫高窟，莫高窟就係以壁畫著稱。佢裏邊就係飛天嗰啲全部啲仙女喺嗰啲壁畫雕塑。敦煌啊！敦煌啊！好，再去。全部都是那些石像來的，雕塑來的，大同就是以雕塑著稱的，還有色彩很漂亮，這些全部都是，幾幅都是大同這個來的。這些色彩有風格，有點像我看印度廟的色彩，都有的，都有些的。佛教是有印度傳入的，印度傳入，佛印度傳入，再去，這裡都是來的，過了這幅就沒有，就不是大同了。這
呢、這個九龍壁。九龍壁。九龍壁是玻璃做的、然後是九條龍的寓意啦。然後大同是最早的九龍壁嚟嘅，亦都係咧，即係佢最早時期嘅琉璃玻璃嗰啲壁嚟嘅。即係條龍都用玻璃做出嚟啦。係啊，全部玻璃嚟㗎。嗯，好，有一幅可以好近距離睇到嘅。嗯，跟住呢個咧就係山西嘅土林，呢、這個山西土林咧。是2000几年才開發的，他們北方的人都不發現開頭有這個土林的、這個土林呢是那些風化地貌那些人，怎麼會發現不到呢？因為其實他們沒有，其實香港人、投資下去建這個景點的、即是他們當地人都不覺得這個開頭未發掘這個景點的，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個是一個新景點來的，這個是全部都是一些風化侵蝕海洋那些侵蝕風化做出嚟嘅，因為北方其實佢再上就內蒙古嚟啊嘛。嗯，好再去又係土林啦。係啦，山西土林呢度咧？呢度咧就係黃河第一鎮啊！呢、這個黃河第一鎮，佢呢個點解叫黃河第一鎮咧？其實佢喺黃河邊。我哋講黃河第一鎮添。第一鎮，即係佢係咧點解佢係黃河灣？佢唔係第一個灣啦，但係佢係黃河。成條黃河的第一個最大的軍事要塞的鎮嚟嘅，咁、好似個城池咁樣嘅，成個好似有曬城牆建築嘅，因為佢係軍事就係傳遞啲即係嗰啲軍隊傳嚟傳去就喺呢度嘅，因為佢本身佢咧點解會咁出名呢？因為其實最出名其實是大同嗰個嘅、大同嗰個咧就係第二鎮，但係大同嗰個咧因為佢啲水經過啲位咧個落差又成咧幾十米，咁變咗啲好多船泊根本就泊唔到，於是全部船隻就落曬嚟呢個位，於是咧就變咗第佢其實係呢個叫邊個地方話？呢個咧係黃河嘅第一鎮。唔係啊，頭先你話第二鎮喺大同啊嘛。第二喺大同。咁而家呢個係邊咩地方啊？呢、這個第一鎮佢喺大同同埋另一個州之間嘅黃河邊嚟嘅。喂，話時話佢今日有冇送眼藥水啊？有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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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嘅。呢個就係佢鎮上面嗰啲生活啦、啊，生活啦、啊，即係佢全部喺曬啲就有曬城牆城池圍住咯。其實佢一個軍事要地嚟。喂，而家啲人喺度都係。做下旅遊生意啊，咁樣啫。而家變咗旅遊景點㗎啦。其實佢係咁山西人一般佢哋其實平時即係除咗喺度翻工啊，佢哋都落翻個城市度蒲啊嘛，咩龍城嗰啲係咪應該？係出太原。太原唔食山。但係佢本身如果佢自己呢個地方嘅人，佢就唔會特登走落太原咯。好嘅，都係喺翻佢呢度附近。梗係啦，即係我住沙田嘅都唔會無端出中環啦。係啊 ，OK， 好再去。這個呢就是香爐寺、這個香爐寺的樓下就是黃河來的，它就是靠那條吊橋呢很險峻的，就去到下面就是懸崖來的，東面就是吊橋，就是黃河，跟著三面都是臨山的，還有它左你看到周圍都是空隙沒有東西的，就是特意在這個塔台上面就起了一個寺院香爐寺，這裡有個香爐寺是啊，黐撚線嘅，係咯，就係跟住呢個咧，就係都係呢個黃河第一灣啊！呢個咧就係香爐寺上面，即係望落去嘅有個塔喺嗰度，黃河灣係啊，嗯，再呢個咧就去到現場，呢個就係玉林嘅紅石峽。玉林咧其實就已經係山西同埋陝西交界嘅啦。其實玉林算係陝西嘅啦，入咗陝西少少界嘅啦。佢其實咧，佢係1.5亿年前咧，佢嘅做，即係佢全部啲石都紅色噶，就已經係因為佢嗰啲結，我諗現場睇會仲紅啲添。係啊，我再係1亿几年前噶。係，以前係海洋嚟噶嘛，不嬲佢地殼板塊移動升咗上嚟噶嘛，佢啲全部都係紅色噶，紅石峽咯，所以叫做你沿住佢側邊嗰啲棧道行咯。咁呢個咧就係萬里長城第一關，玉林咧就係。古城牆嚟嘅，保留得最舊即係完整嘅古城牆嚟嘅，即係佢係一個烽火台啊，應該叫做。即係你長城第一台嘅台字嚟㗎係嘛？台字嚟㗎、即係佢係個烽火台嚟㗎咋，因為佢玉林咧就係好保留咗好多節嘅唔同嘅明朝城牆，咁然後佢就係萬里長城嘅第一個烽火台。嗯。就講緊佢嗰段嘅第一個烽火台。
啲人就係烽咩烽火戲諸侯啊，就係走上去點火啊，跟住周圍後邊就會知道曬連綿幾百里嗰啲烽火台就會知道以前呢、這個就係其中一個烽火台嚟嘅。嗯，這個、呢個咧，這個就係、是另外佢都係喺呢個喺山西嘅。我哋如果去七十就不咩十日啊？十日八日山西玩唔玩得曬呢啲啊？玩得曬啊！玩得曬啊！呢、這個咧就去埋嗰、那個，佢呢啲全部就係、是、佢都係呢、這個呢啲地殼移動做出嚟，佢全部都係啲泥沙，同埋佢因為啲侵蝕都係1.5亿年前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嗰啲土地泥沙侵蝕作用板塊移動同埋風雨侵蝕形成嘅，好靚啊！呢、這個地方就係、是、全部都係風化，你見到吹出嚟嘅呢啲全部都係。嗯，即係你話幾多千萬年先可以出到咁樣？嗱，你行到去，你全部見到都係嗰啲嚟。喂，你嗰陣時有冇咧？好嗰啲路咧，而家好靚興起到啲玻璃咧，嚇過你哋噶嘛？你嗰陣時有冇？以前冇㗎，以前冇。張家界以前都未有個玻璃，而家有玻璃啦。呢個咧？呢個就係黃河第一灣啊！呢個真係黃河第一灣啊！呢個就係兩個角度睇啦。哇！真係哇！我揾中國人，彎彎的月亮。話就説曬些，你就煙韌玉出嚟啦。係啊 ，OK 嚇，好再係湖口瀑布啊，湖口瀑布，中國最大嘅兩條瀑布之一。之前我哋上一集咪睇咗貴州黃果樹啊嘛，呢、這個宏偉好多嘅，因為佢咧係由闊50米，50米，然後隆突然間個去到嗰個跌落嚟嗰個位變咗湖口係好窄好窄，然後衝落嚟變成嘣一聲嗰種，好撚勁，係啊。湖口瀑布，湖口瀑布啊！哇，呢度現場啦，呢度呢個冇急流啦，呢度玩唔到啦，好危險啊！呢度，嗯，佢唔係佢，如果唔係呢啲位，佢下游都有嘅，不過你要向另一方向行咯，都有人玩嘅，我見到都有，我以前去大團都有見到嘅，撞死人啲石，係啊，好，即係個峽谷好窄嘅啫嘛，我哋有再，好啦，你山西高粱，高粱啊，山西高粱啊。現在都是喝緊呢啲人有，係啊，58度啊！高粱點點飲啊？都要飲酒精噶嘛，火水着火啊呢啲，真係汾酒啊，53度啊，又係出名嗰度，係啊。但係真好撚難飲，你有冇飲過呢啲酒？好飲落去，但係好暖喉嘅喎，OK 嘅喎，即係飲。咁你飲火水都暖喉啊？唔係唔同嘅，我冇飲過火水，我答唔到你。但係有啲我飲過，有啲唔同。度數嘅白酒啊嘛，我撇開佢個係咪度數先？你好唔好飲先？好飲咩？我又其實唔係好中意飲酒，但係咧我飲到落去咧暖暖地好舒服。我睇《水浒傳》咪魯智深咪飲呢啲酒咯，係好勁嘅呢啲。山西又專門出呢啲㗎。好再係，跟住之後呢、這個咧就係山西最出名嘅食刀削麵啦。嗰、那個刀削麵係山西㗎。係啊，刀削麵，山西刀削麵啊，唔係啊，屯門刀削麵啊，唔係可能佢係山西傳落嚟嘅。啱啱我就係食刀削麵先。好，你去屯門食啦。我再去。呢個係平遙牛肉。啊，正！平遙出門出產牛肉㗎。屌你咁撚樣嘅，乾炸茶咁樣咩？就係咁樣先好食啊。OK， 好再去。跟住呢個咧，你知唔知呢個係咩嚟咧？你估下係咩？係咪倒係嗰啲卷皮啊？啲皮卷埋一嚿嚿。你估下倒啲汁啊？我咪估下啲皮，類似食嘢喎，面嚟嘅，面嚟噶，面嚟噶呢個係山西特色面嚟嘅呢個係點樣食法啊？就係卷點嗰啲醬汁，一條條掹佢出嚟點醬汁，但係佢面嚟噶，好似刀削面嗰啲面質咁樣噶。屌你老母，咪凍冰冰，凍冰冰嘅係 O K 面啊嘛。喂，你可以整熱佢嘅時候擺落去即刻食嘅，就但係佢裏邊冇餡㗎，圓咕碌就咁一條面嘅咋，就點唔同嘅醬咯。冇啦，跟住就完啦。O K， 哇，我好眼瞓添，突然間唔知係咪食咗呢個淨血王咧，令到我眼瞓。嗱，咁我哋個禮拜六同埋下啦，每個禮拜六、禮拜四啦，大家自己約時間啦。咁我哋真係都會安排咧，就免費係免費㗎，不過你要買夠3000蚊咧，我覺得非常 useful 啊，起碼知道你個身體狀況。咁啲產品咧，我就慢慢介紹啦。咁我哋都要送眼藥水嘅。係啊。嗱，今日咧，我問一條問題，唔問三條啦。O K， 咁啊，我寫最快嗰三個朋友咧，答到呢條問題嘅咧，就 WhatsApp 啊，就當然就會我哋會通知你，恭喜你，咁你就會得到一支價值580蚊，後日就價值780蚊，後日啊，即係星期六你上嚟買木經眼藥水就係780蚊㗎。
係嘛？係啊。Okay, 全線都係㗎啦，所有網站全部變曬780蚊。喂，咁我哋咧就啊，聽日係 last day 啦，咁啊，我相信都會好虛撼啦。好啦，咁啊，答中嘅朋友就有一支。我問條問題，但我已經唔記得咗由先咧，我睇過呢個山西咧嘅嘢啦。遙控子。所以咧，我咧，蕭遠山將會去問另外一條問題，就係各位網友。由先我啤你介紹嘅產品之中，有一隻我嚟噴口嘅，令到我個口咧，哇，喉嚨完全唔痛，個老婆失聲又開翻。而有一屆以前做剪嘅時候咧，又失聲咧，哇，兩個鐘噴一次咧，哇，夜晚啊，嗰把聲直情仲好過靚，仲靚過顏面帽啊，咁撚犀利嘅。嗰、那個產品究竟係 A 豆豆清 ，B 百解憂，定係 C？口煙青啊，嗱 A 豆豆青 ，B 八解憂 ，C 口煙青。嗱 WhatsApp 84811079，睇下你能唔能夠成為你嘅幸運兒啊！嗱，今日好簡單啦，唔好問咁深啦，大家鬥快嘅啫。嗱，記住，嗱 A 豆豆青 ，B 八解憂 ，C 口煙青。OK， 咁啊，希望大家。答得中啦，冇理由咁撚蠢噶。好，咁啊，多謝阿 Vika 同埋你個助手啦。啊，你個助手其實個樣咧，如果除個口罩咧，佢真係有啲似張國。喂，咁但係怕醜啦，冇辦法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好靚仔嚇，好靚仔嚇。OK， 係啊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啊，聽日再見，拜拜。